新来，原初交给时间什么？世界变局百年未有，改革浪潮拍岸激荡，屹立全球化风口，航程之帆饱满，回眸千年来路，文昌迈后，新时代梦想的古典中，北京中学踏上了充满荣光的伟大旅程。生命起步于民族文化的源头，向远方之远跋涉，承接传统，润养智慧，虔诚的文化寻根中向祖国山河致敬。实践优秀文化，现代学子们的情感世界丰富且博大。人至永乐，生命在文化深处激荡，并勇敢地走上现代之路。沐浴新知之光，变革学习方式，我们解放的是人，个性孕育多元，多元创造和谐，我们编织联系的整体的世界。校园自治，运动锻炼，劳作耕种，公益支教，关注生活真实，增益灵魂力量，我们走向自由之境。这里有人性，有温度，有故事，有美感。智能科技洪流在校园澎湃，这里是及时互通学习的地球村，学校的臂弯拥抱世界，深度的思维创新，知行合一的建立，使学生足以适应未来的挑战。和而不同，乐在其中。倾听远古洪荒和宇宙浩瀚之音，执念于探索，我们用创新之手绘制未来图景。万物生生，无尽不息，世界因我更美好。不带半根草去，未来在未来之处吗？